原来大熊猫的官方语言果真是四川话。Too little, too little， 小姐，你不能走外面，我你进来，爬进来。哦，对了嘛，哎，还有舅舅拿过来，好，再拿一个舅舅过来，再拿个舅舅，好，手放开，手放开，放手手，放手手，哪了？放开手手。 放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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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刷下钱你直接上来了，好能干。留下去，留下去，放开这事，留下去。对了，放手这哦，你看速度与激情噻，留上来，留上来，咋啦？原来四川人真的能和大熊猫无障碍沟通了。可爱国宝爆笑姐说，每天更新，关注一下，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。